六千。那娃还好。我操！两千。我有三千五。我有三千二。我们把你们的门打开吧，我个两千，我就可以开门了，然后就把机枪拿。我给你个两千，我给你两千。你拿机枪去了，没时间了。哦，对。先帮他开一下门，然后先不进，先在这打，打完下一波。下一波我觉得这可以开一只气了。不用开这个，这个后开吧。我这个护送，我三千多了，护送了。后面我操，两个！哎呦我操！完了，这个。哎呦！感觉子弹了，我突然想冲子弹了。我一千多有点想冲子弹了。来，这块的地道太多，人机刷。不，我地道是真的麻烦。来了，你原来动不了。八十四分，来了，已经冲不下了，冲了，这个也没有放，土砖呢，在顶上。80，后面还有两个箱子，后面还有两个。啊，等一下，你有没燃烧弹？燃烧弹我跟你一起去自杀。你在哪里？我在你这里。看一下，你先把自己。我没燃烧弹了，我燃烧弹用完了。我有，我忘了。Cover me。真的，我操！咋回事？我想要那个没了。刀子吧。谁补一下刀？哇，刀子。可以。我没有自杀了，完了。没了，我家。我妈的，跑了这一个。我也想自杀。然后你忘了自杀。放弃我。对，我也打完了，全民自杀了。你我还烧死一个。打不到目标，我操！我操！一男一女，一个穿白衣服的白人女性和一个穿黑衣服的黑人女性，双双惨死在了异形的爪下。哎，哥，我还是滑头发的呢，滑发贼强。卡住，又剩一只喷土了是吧？哎，他在我们尸体那儿来，他又钻呢。对，他在钻。我操！完了！怎么买壶啊？我不小心碰到我们键盘的空格键，空格买壶。不小心就点到了他，打不死还行。血亏，白死了！我操，我哭了呀！我真的受不了，我把手机放那儿，不小心碰着空格了。我哭了！
他已经你走了。我操，这赶路有点麻烦呀！我操，这赶路，我看要从那里下来。你们可以去开呀，开那个小门呢，那个小门可以开了。我跟你讲，先奥斯摩先吞了再说。对不对？奥斯摩他很多那个维兰德。太难了，白死了，坏了，跑错路了。过来吧。怎么了？哎，谁带的路啊？他妈走错路了，我操！不是我带的，我一直都是找不到路的。开那个六千的嘛，离得好，跑出去是不容易，回去大厅是方便。后边。好，你们这个又买了一支机枪啊？果然。嗯，是啊，把买一枪。这么打好的话，我要去敲那个键盘，就是那个键盘，我现在还好两个打那个大门开了。Out again, cover me. 白死就很难受，白白浪费了1000块钱。哇，你都跳我脸上跳我了！嗨，哪有普关者啊？哎呀，我他妈从上面一下给我堵没了，一下就没了。哎，又堵我一下。东西我找不到。他特别喜欢在这几个地沟的井上里来回穿，一会儿从这儿钻出来，一会儿从这儿钻出来。啊！有人背后来一只，有个地沟来，找关真证明了。我吐了，先去接吧，去把那个门开了。需不需要开3000那个抑制器？我钱是够了。左边进门，左边进门，左边那个门，先把那个一个键盘要敲了。先把键盘敲了，然后再那个。门3000，右边右边，拐右边，右边。先开这个门。哎，为什么把机枪搬过来？机枪搬过来，这个绕走的时候方便。这我都开始了，把它放哪里？好，先放这里。2000。够了，够了。好，可以开了门。哎呦！我这爪子太快了，这爪子太快了，有潜伏，那我小心你后面。你白说了，你白说了。还有，不要救我，谢谢。谢谢。Reloading。我还能先大石头。待会儿看什么时候去把那个进路打掉？开正源要快一些。等一下，先这最后几只还有可能还会有潜伏的，把弄掉了。明天我再碰到我的键盘，我把我的键盘拔了。
们又是比起本人两个，所以你们问接键盘吗？他在被打呀，一本呀。已经过了用笔记本的那个年纪了。我们还有几枪呢？在被机枪过，是在这个年纪。后边，后边。这半荒的这地又是感觉蛮值的，就毒少了。我操，跑不动啊！你不行，你就去大厅那个两个机枪那边守。还有四只，加油！加油！我操！三只！哎，还有，你给我留点，那么快！我错了！为什么你的延迟总在这？可以。我和金子父王，大意了，等一下，好像。大意是轻重。大意了大意是荆州。我主要没有棍子了，我拿了个狙打不好使。狙就是用来那个来处理那个铁砖者的。最后我狙也没有几发了。今年来讲过的还好都是骷髅头的。喷子就好说了，主要是当喷子没子弹了。还好是骷髅头的，不是那种鹿角头，鹿角头用哪做的？但是那个鹿角头往那个别人往哪边走来着？还有我把一只，还一个，还有，你妈你还有什么魔？我操！反正 AI 不会有那个这个毒爆，不会带毒爆特那个天赋的。啊，我的手电筒啊，没有用的手电筒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大厅守吧，在这儿没有什么意义。等会儿开门再说。你能不能开那个门？这门开不了。我还差个300，我操，就能开。我倒是有，给你300。啊，还有一个好，可以，我先去开，然后你们把那机枪那个，好开好了。就只差个吊圈那么多。还是在大厅守吧，在大厅老是待着。那个门多少钱呢？开开了，就是一只气没钱开了，现在。我有四千。我只差一个，那个只差一个门没打开啊。你们把那个上面有套餐的。就那个干嘛的肉搏椅子，对，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，就是红色，要不然它消失就很难受。在地下呀，四层一个弹夹打不死就一瓶，好，把他又给我干倒。比较硬，155的，那你要开一只刺了，但是开到确实有点硬。但我把那个任务就拿到了，我操，任务他们就是很肉的。开吗？现在不开，这个大新的这个现在最后开，就把那个格拉库的开了。格拉库的更难打，我跟你说，他库的会减弱的。先打再说一说。哎呦，什么是跑后边？哎，我下午啊。我建议还是先开这个盾，真的。我丢！打的一定要费点。哎，我又掉下来了。什么？
时间。我操！五十点啊！来了，维修。我操！我又要躺。完了，够了，上去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两个人是6%，两个人，两只，两只，两只。变态！哎，哥都没有见到吗？你妈的，刀还想扑我？操！我是想我把前面摆点。哎呦！哎呦！这打铁不对，这打铁不对太刺激了！我给他死了，我没有子弹。然后你们只有3000，到时候拆下那个。好，其实我觉得我还喜欢开这个2000的，就这2000是开了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能不能？我还有6000块钱。小心啊！下波是第20波了，同志们。我还建议开2000的，我操！先把3000打了开，拿一个机枪过去，把那个放低速的机枪拿过搬过去。先不打了，先第20波来守着吧。我操！这个咱们挡不住，太坑了！这才来这么好，跟我打了开3000了，不是我打了开3000。3000好，走3000好。人来了，一大堆人。1 2 3 4 5 6 7个人，8个9个，没子弹，4个来了，大胖子不能枪了，大胖子来了，什么枪的？咋啦？哎呦我操，这小哥真来来了，我要进去，这块是个 bug 点。That was too close. 我也死了，我得死了。走啊，大哥！好，十一块钱啊！太不值钱了。1 2 3 4 5 6 7个，但是他被卡在那个左边6000那个门那儿了。我操！这边开3000呐，里面开3000还行。外面开6000，你感谢。两边全不一样。他们上2楼了，这能打着吗？我操！打不，这玻璃打不透啊！这玻璃，玻璃打不透。上2楼了，没有穿透性的。没事，他自己重新刷了。我操，他消失了。重新刷就刷不上点了。我靠，恐怖游戏！容易游戏，恐怖游戏！我靠，这边这个左边这个门在后边3个咋弄的？上面那个上咋看的？外边一直在搞呢。哎，那看小白鼠。你们都别走，你们都往后点，上后边来。给他们前面点视野，让他们从这儿附近耍，你们靠太近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后边集装箱后边来躲一会儿，他就行。哎，出来了，来了来了！刚才还有一个靠前了，我就看到没有刷新空间了。你走开这地方他就来了，不在这里。过这个，我操，才8块钱。看我三哥，好，三哥来了，我操，三哥来了，我操。
枪哥来了，枪哥来了！哇，大哥打我呀 ！Hold up, reloading！ 我操，他真的好！你看我现在连榴弹也没了，手榴弹。又来了一个。看下波一红了。这么着打不着。你就没子弹了，没子弹了。一二三四，最后一波了。这个真是人全部出完了后才出。或者就是抽出最后几个。添油战术，那叫添油战术。然后那些佣兵被捞腰了之后，他也不会去打一级的，我跟你讲。对啊，真的，我一直就很心怕，成天都打人了。然后一级还有四个人就会打。哎。小心有个小心。那块大炮，你后边有大炮，我炮接不得。我没有子弹了，多的呢。我大炮。怎么都来打我？大炮混蛋了。够了。我老弟又掉。我被杀了。几点了？来，钱不得。太硬了，他们太硬了。哎呀！我操！怎么又偷袭？一会儿不应该用燃烧弹。操！你说燃烧弹，我过去救的时候，你给我烧没醒，然后结果来个傻子，啪挠我一下。小吴，我给你枪那儿吧，那机枪能保护人。还有三个，加油！赶紧，你那个机枪右边，你右边。过去干啥呀？不要过去。你就站在中间，你注意一下那个机器上一间的火线就好了。来一个，二十三，没事没事，我等一下，先不等我复活，对，还有一只，谁复活了？我复活，必须得打潜伏，必须两个人，一个人复活太危险了，就是白送。你好，在左边，我操！来来来，痛哥，我来了。Cover me!